好，也是一样把它写上去。第一个，碱在水溶液当中，好，圈起来会解离出氢氧根离子，就是 OH 负。然后呢，也一样可以导电，哦，只要能够解离出氢氧根离子，而且可以导电的，就称为碱。好，下次举例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氢氧化钠。这个呢叫氢氧化钙。然后氢氧化钠会解离成什么？钠离子跟氢氧根离子。然后氢氧化钙呢会解离出什么？钙离子跟氢氧根离子。OK， 好，再来，很重要，这边打十颗星。碱的话呢，可以溶解油脂，可以拿当清洁剂。因为你要背解什么？背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你要背酸跟碱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碱的话是可以那个溶解油脂的。好，再来，碱摸起来有滑腻感，尝起来呢会有涩味。刚才讲的那个酸是尝起来什么东西？酸味。所以呢，这个考试的时候啊，如果外同学问你说，来，请问你我怎么判断那个酸跟碱？你说喝喝看，喝完以后呢，哦，酸的那叫酸性。色色的人叫碱性，可以，但是你喝完之后，你除了证明它酸跟碱之外呢，你的性命就没了。哦、所以你用一条命，对你用一条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再来呢，况且这边它可以使石蕊质子呢变蓝色，然后呢，广红指示器呢变成蓝电子，然后呢，酚酞跟酚红呢变成红色。好、哦，酚酞也是红色，酚红呢也是红色。是。什么？绿茶？绿茶吗？里面应该有碱的东西，有还有碱性物质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往下看这边，那常见的碱呢有这些，好画起来，有氢氧化钠，好了注意听，有氢氧化钠，还有氨，还有氢氧化钙，好，总共有三种，好，总共有三种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氢氧化钠就是 NaOH， 背起来，哎、欸，这考试考哦。俗称科性钠，圈起来。然后呢，工业上又称为烧碱。考试怎么考？你知道吗？考试考你说，请写出烧碱的化学式。注意听，氢氧化钠就是科性钠，科性钠就是烧碱，这三个是同一个东西。所以科性钠你也是写 NaOH， 烧碱呢你也是写 NaOH， 这是要背的吼，这跟智商无关，就你们背而已。好，再来，氢氧化钠呢会容易吸收水蒸气而潮解。所以你用的有没有？你家里面如果有些东西有没有会用那个什么，会去做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会吸水的，里面就是有东西，里面的对，里面就有个物质，就是叫氢氧化钠，它可以把那个水做潮解。拖把？不是拖把，你不是有，你不是有那种，不是，你不是有一些那种，不是你不是会买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盒装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可就是把那个水全部吸收起来的。类似对那种类似这种厨师用的，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的，它、啊、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。好，然后呢也是一样，它会因为吸收二氧化碳而变质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氢氧化钠呢很容易溶于水，然后也是这样，它会让温度上升，也是属于放热，然后属于强碱性。再来，氢氧化钠可以来制造肥皂跟人造纤维。好，再来，氨就是 NH3， 俗称 ammonia。对，阿摩尼亚，那基本上它的味道跟尿是一样的。所以尿都是阿摩尼亚。对，其实尿味就是阿摩尼亚。尿这个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如果你有中暑的话，其实是闻这个马上就会醒来，因为它很臭。那你们学校实验室里面其实就有阿摩尼亚，那个其实不要乱用，因为我记得有一年你们学校有人就是猪头把它打开，然后就喷到处都是，变成那个教室一个月每个都是阿摩尼亚的味道。对，很恶心。对。超噁爆，好，再来安，而且你的鼻子里面会一直会有那个味道，直接把全校换掉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这边，往下赶快，安呢无色，但是有臭味，比空气轻，然后呢容易溶于水中，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收集那个安呢？要利用是向下排气法，而且不能用排水机器法，为什么？排水机器法是要难溶于水，它才冒泡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把氨打到水里面去以后，它直接溶解在水里面了，而且直接变没有不是臭味，而且它变成碱性的。那其实你的那对你的皮肤会有影响。好，然后呢，干燥的氨或者是液态的氨是呈中性的，刚才讲过了，一定要溶于水才有出现碱性。哦，一定要溶于水才出现碱性或酸性。然后呢，氨呢是属于弱碱性，这里把它背起来哦，因为所有碱性里面呢、啊，你在课本里面所有碱性里面唯一是弱碱就是那个氨。好，那就称为什么氨水。这个告诉你没有 ，NH3， 哎，考试给我考你，说，请问你 ，NH3 是酸性还是碱性？答案是中性哦。对，因为它是气体，是这个才是碱性。你要 NH4OH 这个才是碱性。老师，氨水就是尿。不
我只这样讲哦。对，尿成分里面有氨水，但是尿不只是这些而已。好，你可以问那个。哦，因为他你他搞你里面不只有氨水，它里面还有很多糖啊，又得糖尿病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嘛。好，再来28%的氨水可以拿来杀菌。哎，这个刚好我们现在那个这个有那个肺炎的关系，你可以拿这个来用。好，然后急救的时候可以拿当人兴奋剂，当人那个苏醒。然后呢，也可以治蚊虫咬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？蚊虫咬的时候，就把那个尿用在上面抹。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，再来1公升的水可以溶解700公升的那个氨，好，把它记一下，它的比例是1:700哦。好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1公升的水最多可以溶解700公升的氨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氨呢，可以来制造肥料跟这个塑胶。好，还有再来，氨跟二氧化碳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反应生成会变成尿素。对，尿素。是。也是一样，也是成分之一。也是之一哈。哦，有很多种哦，那个种类很多，非常多，当然是臭的。好，再来氢氧化钙是 CaO2， 它是最便宜的强碱。好，氢氧化钙最便宜的强碱。然后呢，一样，氢氧化钙加水变成那个什么碱性的氢氧化钙，然后俗称来圈起来石灰水。考试又会考你这个东西的。来，石灰水的化学是怎么写？注意听，石灰水是氢氧化钙溶液，所以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 CaO2， 把它背起来哟、哦，应该背很多个俗称哦。什么科辛钠烧碱，把它背起来。注意听，科辛钠烧碱就是什么东西？科辛钠烧碱就是氢氧化钠。好，然后这个石灰水就是氢氧化钙。OK， 可以的哦。好，然后再来这边，我们如果把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边 CaOH2 加 CO2 就是加石灰水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白色碳酸钙。哎，对，白色混浊，那白色混浊是什么？就是白色碳酸钙。OK， 可以了哈，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